你看看这位学生，如果不强调他的身份，一定会认为是素颜的艺人大 S。还有他在课堂上睡着了，这个角度是不是跟港星朱茵非常神似？其实都是北京中戏和北影的学生，这两所艺术学院出了名的美女多，而且很多都有着明星脸，所以有大陆的网友每年都会罗列出哪些新生有着明星脸。您瞧，侧面看过去是不是像周海媚？还有她，简直就是清纯版的桂纶镁。就算背着大包小包，这位新生还是有着姚晨的神韵。就算没有了明星脸，光是看造型就知道她适合演古装戏，不然也能和芭比娃娃一较高下。只是有人想变得更美，刚入学就先动刀割了双眼皮，哪天红了一定会被翻出来炒作一番。因为大陆很多艺人都是毕业于北影和中戏，所以这些学生从入学